谁敢露腿啊？没有人敢露腿的。没有点关注的宝贝可以点关注。有喜欢的宝贝，主播鱼班的第一条，一定要去评论留言一下。那如果不是直播的话，你以为这是你在你家看动画片呢？嗯，怎么这么保守啊？约见管的严呀，不只是我，所有的主播都这样。这么严啊？你以为他是口中，就像主播们口中所说的严是说说而已吗？嗯，都是真的呀。然后点关注，宝贝可以点个关注啊。然后喜欢的宝贝，主播鱼班的第一条，一定要去评论留言一下。
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，宝贝儿，没有点关注的可以点关注哦。有喜欢的宝贝主播鱼竿的第一条，一定要去评论留言一下。那个一个飞机就可以加了，宝宝，是直播吗？不然你以为你现在看的是动画片吗？没有点关注，宝贝可以点关注。然后喜欢的宝贝，主播鱼爸的第一条，可以去评论留言一下。
你看现在二阶还有哪个给路边呀？不是，你现在二阶还有哪个给路边呀？路边的图。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，宝贝儿，没有点关注可以点关注啊！有喜欢的宝贝主播的语法，第一条一定要去评论留言一下呢。
是的，宝贝，一个飞机就可以这样换风格了，也不算换风格了，只是摄像头放大了，然后看的少了。没有点关注的宝贝可以点关注，有喜欢的宝贝，主播预办的第一条一定要去评论留言一下。是呗，然后一个是用来补图就可以了吧？他们那个是只更新，然后不聊天的，基本上不怎么登录。让我们宝贝的观众，这是专门买的那个泡沫发出来的声音，就是很绵密、很绵密的那种泡沫。有的宝贝儿喜欢的可以减肥哦，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宝贝呢。直播间不是说你问的所有问题都有回答的，谢谢我们神，感谢我们一群宝贝的小云花，谢谢宝贝的太清留言还有小云花呀，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有答案的。
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在酒店得到答案的。你看，像平台演出什么的，所有直播间腿都不敢露了，不只是说穿着上严，而是说你所有的都严，你说话或者什么的都很严。
面有个小黑点，这人脸上有个小黑点，我看吃不是很正常吗？你脸上没有痣，那你身上也没有痣吗？就你没有，别人也会有呀。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，宝贝儿，没点关注宝贝可以点关注。有喜欢的宝贝儿，主播一般的第一条一定要去评论留言一下哦。送宝贝的荧光棒。鱼吧不多呀，鱼吧怎么会多呢？不是，你看一下第一条的评论区。怎么会多呢？
点关注，可以点关注了。有喜欢的宝贝主播鱼吧的第一条，一定要去评论留言一下哦。这是在问我家房贵吗？好吧，直播间不是说所有的问题都能得到答案的，现在管得严，对弹幕管得也特别严，所以有些敏感问题或者敏感话题是得不到答案的。没有点关注宝贝可以点关注，有喜欢的宝贝主播鱼吧的第一条可以去评论留言一下。喜欢的宝贝，我们可以送一个飞机。
是我，难不成是你吗？ Kiss kiss， 喵点关注宝贝，点关注啦。然后喜欢的宝贝，除了一般的第一条，可以去评论留言一下。
觉白天需要他人的人，只是那么透彻是什么意思？没有点关注的人可以点关注，没有喜欢的宝贝，主播鱼班的第一条可以去评论留言一下，一定要去评论留言一下呢。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，宝贝啊！没有点关注的可以点关注呢。有喜欢的宝贝，主播鱼班的第一条，一定要去评论留言一下。拿你的服务器维护啊！
为什么我听到我跟看的不一样？你除了能看到我这张脸之外，你还能看得到什么呢？宝贝送了半卡，感谢我宝贝送了半卡。你们就看现在放眼过去，二次元哪个女主播敢露腿的？哪个女主播敢露腿的？放眼过去，真的现在没有人敢露腿了。不能说不能传，是现在管得太严了。你们不要光看我一个人了，看所有主播都知道了。现在谁都不敢露腿的。没有点关注的宝贝点关注啊！有喜欢的宝贝，主播预备的第一条可以去评论留言一下呢。一定要去啊！啥呀？有我呀！都是和主播有关的，宝贝。
看一下那个家里没我没有登录吧，要等到我下播之后登录，现在登录不是那个下播才能切换个证。切过去操作都很慢，你要是不介意亏慢的话，那我就切过去。主要是我现在的操作特别慢，毕竟是电脑不太方便。然后说汉版，可能是不能说汉版，我觉得应该是不能讲话。好的。
3点像多多吧。整个凌晨3点才下，没有点关注，你们可以点关注啊。然后喜欢的宝贝主播，女伴的第一条一定要去评论留言一下呢。
直播间什么问题都敢问呢？直播间现在正在问题不回答，罗班。那个九幽宝宝主播预报的第一条，可以去评论留言一下，那个还是更了。那个点关注，宝贝点关注了，喜欢的宝宝可以点关注了。鱼班的第一条呀，
方言过去的，像二次元谁还敢露腿呀、啊？他不是有分分多，分再多也经不扣呀。没有点关注，宝贝可以点个关注哦。有喜欢的宝贝，主播鱼发的第一条可以去评论留言一下。
各个有的喜欢的可以直接送啊。然后点关注宝贝可以点关注啊。然后喜欢的宝贝，主播的鱼霸第一条可以去评论留言一下哦。就像我给一下我们小刘宝贝的飞机啊，像我们小刘宝贝的飞机呢，他请大家给这个宝贝送的飞机啊。然后宝贝，跟这个翻译的说句话，宝贝，跟这个翻译的跟他讲句话就行了。喜欢的宝贝们可以一起送一个哟，没有点关注可以点关注，有喜欢的宝贝直播预判的第一条一定要去评论留言一下呢。
什么？直播放个扇子，这么大竟然看不到是吧？我要准备下播了，对，3点下播，现在已经3点了，准备下播了。没有点关注的宝贝可以点关注。哎，我喜欢的宝贝，主播鱼班的第一条一定要去评论留言一下。下播了，下播了，没有点关注的点关注了，主播。
摄影见了，拜拜。